大家好，我是吴家峰，绿茵集团的创始人，也是集团的董事长。请大家接下来跟着我进入一段旅程，我将带着大家从微粒子和分子所组成建构主宰的一个极其微小的世界出发，启程前往浩瀚无垠，一个由绿茵集团正在创新的生技健康产业。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简单的苦瓜生态，乍然一看，它只是我们生活周遭常见的一个植物。这个专利定序，苦瓜生态存在于天然的苦瓜之中，经由绿茵集团独特的萃取技术，将这高功效专利定序19肽萃取出来，经过临床功效验证，证明能实质帮助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维持健康。我的朋友们，这只是一个例子，不同的原料及配方应用，说明我们透过研究以开发自然界的天然物，将可帮助改善我们的健康。截至目前，仍有难以计数的自然素材尚未被发现和开发。对于那些在未来将会影响你我生活、具功效的新原料及各种组合，人类还仅是在非常初步的研究阶段，而这正是绿茵集团创立的缘由。绿茵集团创立于台中，成立至今近30年的历史，就像我们研究开发的原料一样。绿茵集团透过整合3个各具强项的子公司，而逐步变得更加强大。请看，大家好，我是绿茵生技的研发长。在绿茵，我们利用尖端的生物技术，探勘及解锁自然界的生物密码，从天然物里找出有效成分，经细胞实验、动物实验至人体实验，逐步验证产品的功效性与安全性，现开发出一系列创新产品，像是带起国际降糖风潮的罂粟镁苦瓜生态含专利定序19肽，世界首例取得美国 NDI 的 Anthromax 固态培养牛樟芝菌丝体，还有 Zymologist 1001综合蔬果发酵液及柑橘萃取 HPMF 等。绿茵获得了多项国际专利与发明奖以及国际食品安全认证，例如 GMP、 FSC 22000、 ISO 22000、 HACCP、 HALA 以及 TUP 认证等。绿茵的研发团队是由专业的硕博士人员组成，我们全心投入，乐在发掘自然界中提供给我们的无限可能，以提供更多可以改善民众健康的崭新产品给全世界。康普森生技提供国际知名品牌保健原料，其皆具有原厂临床功效验证以及特殊效性成分与完整行销素材。我们有超过25年的业界经验及专业团队，协助您开发具市场新颖性及竞争力的商品。您知道要怎么打造您成功的保健商品吗？风阳生医提供专业保健食品设计代工的一站式国际整合服务，由专业的营养师和行销团队帮您打造高安全、高品质、高功效且极具市场差异化的配方产品，售后更提供行销与产品教育训练服务，让您的产品销售更具竞争力。过去已成功替国内外客户打造上千支热销商品，客制化保健品开发、剂型设计与产品生产就放心交给我们吧。在宏观的世界中，绿茵集团是颇具盛名的生技公司，活跃于亚洲市场，并准备进军欧美国际市场。我们已一再的证明，绿茵集团的产品符合国际安全和品质标准。而在微观的世界中，我们已经开发了许多令人惊艳的关键原料，能带给人们拥有更加的身体机能。永续发展是绿茵集团的核心目标。无论保健产品市场规模如何扩大，绿茵将持续为大健康产业尽一份心力。然而，这一切都始于这个极其微小的第一步。让绿茵集团与您一起迈出这一步。